I'll shake.各位，又是一台经典的好车 GT500。What miracle did you want me to perform? GT500，保险杆有什么？打叉，这好像死掉的青蛙。好啦，搞怪一下，好不好？排气管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两根排气管。啊，经典在外面啊，原厂在后面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条配件。OK， 等一下，那是一片玻璃，是不是？在干嘛啦？哼，加上去了。我们看一下涂装。哇，12号，这台车该不会是意大利的吧？棒的配色，经典车手高乐。OK， 我们红色、白色和蓝色跟经典车手要选一款，选哪一个比较好啊？看起来21号，喷漆主色调换一个颜色。黄色、橘色，黑色，黑色配它其实跳得出来，可是车子就没有很明显。金属色啊，我知道了，金色。不要，金色不好看。铂金，经典，经典色，换什么颜色好啊？蓝色还 OK 啦，看一下别的颜色啊，几次蓝啊，还好中间有一条白色可以区隔两个颜色，总觉得好不太好看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子。炫调系统，如果把它降低的话，原厂比较好哎，降低一点点。变速箱。耶。走喽！看一下正面灯，大灯，
哇，好亮哦，好亮哦，两段式的，看一下第一人称。吓到人了。 OK，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帮我点个大大的喜欢啊，并且把它分享出去哦。这是未来会上市的新车啊，先提前把它拍出来，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样子啊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